红萝卜。嗯，大萝卜。这是我回来在那个那边那个市场买的、啊、大萝卜。挺好，这萝卜。这叫旱萝卜，这地方买一个旱萝卜。对，叫旱萝卜。啥事儿啊？切，插啥呀？炒萝卜不能插。切。你看我买这个挺好啊，一点都不坑。这可多好啊！这是我买的吧？啊，那你买。我爸刚要夸。不是，你挑的好，这挺好。实诚的就好，是不是？对，不坑。沉度的。外边放羊鞭呢。放羊鞭也不是过年。那是快了。吃大晚饭正好哈、啊。炒粉条。我就得炒粉条，嗯，好了。昨天那个是前槽，今天那是后秋啊。今儿这是茎肉，昨天那是叫梅肉，不是一个地方的。嗯。这叫黄瓜肉。黄瓜肉。哎，卖肉的行话叫黄瓜肉，就是后秋飘蛋那块肉。谢谢你的。好了。扔里，哎呀，忘拿刀了。我挖呀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哎哎，来一盘。辣椒。哎，你看这家多好吧？是。哎，又面又起沙呀。哎，今天来个番茄炒蛋，挺长时间没吃啊。我愿意给它切小点儿，切小点儿火腿菇。你看咱家这个灶台啥的吧，真我从网上买那个胶了，那回头那个过年之前，咱俩都搁这儿给它收拾一遍，都给它原来这个都给它刮掉，完了之后重新打一遍。像这个这个你会打啊？这个缝子啥的，人家有工具啊，有工具。你有工具送你的工具，完之后人家告诉你咋整你就咋整呗。还有这个水龙头，这个都给它换了，这个不要了，这都坏了，这嘎子让俺们爷俩整坏了，总监都不知道。好了，肉丝儿，我家这个锅吧，其实他们都有要链接的，其实炒菜啥的没毛病。就是唯一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是个尖底儿的，看看，它来回它有点滑锅，有点粗溜。葱花，哎，来点一起煎。酱油，这是纯酱油。哎，这颜色，这黄豆酱油颜色深。再来点红豆。萝卜也够，就吃过汤。萝卜我家没炒过，在外边吃过。老给单位也炒一个，炒粉条子。啊，他们这边炒的高粉丝儿，看是不是？一个大萝卜，每天。明天你搁家烧萝卜汤正好吧啊？还得炒一会儿啊。炒一会儿，这是炒点子。来点辣椒。这菜不少吧？没有汤呢。啊，炒没汤了吗？没让他带汤，干炒吗？这个你说有点像啥？有点像那个芥菜丝儿，好像。这熟了吗？熟了，呵呵，这还没熟。萝卜生吃都能吃啊？嗯，啥都熟了，我炒的完就熟了。嗯。哎呀妈，这家伙！走你！我来个炒鸡蛋，番茄炒蛋。葱花，放好葱花了。厚高的葱花。后高的葱花。
水的吧，水的碎点好，买点盐，少买点水，白糖，七个肉正好吧，辣椒，好吃啊，可以，最后还得是厨师长，怎么样？青红皂白绿，呵呵，喝个这个吧。啊，这个黄盖的。行。能喝吗？能喝，咋不能喝呢？这不昨天剩那些吗？啊，看能有多少，我给倒了得了。你看那个，我来这个。你那说那个好。这个好，这个。那个是53度的那个，买了6-7瓶好像。我这是42度的。这高度的好。哎，我这些正好。我也不倒多。行，就那劲儿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今天是俩菜，这俩菜有点顺色，跟着做的啊。炒的萝卜，萝卜炒肉，这是个西红柿鸡蛋开饭，俩菜，可以吧？西红柿鸡蛋，感觉挺饿呀。我尝尝我这个，你尝尝你的。一人炒一个，嗯，行。没搞那些糖啊，挺好。有点酸。你这挺好啊，那整个揪着，嗯，是这玩意再炒大叶也行，炒大叶就软乎了，是吗？对，这梗揪好吃。嗯，萝卜不说好吗？吃点萝卜，这红萝卜好。这是我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小店，在这小店里买的，没上大菜场去。咱们家那个在家的时候就吃红萝卜，嗯，而且黄豆也挺好，嗯，软和。绿萝卜是蘸酱吃，红萝卜包馅儿，嗯，炒着吃烧汤。这黄豆挺香啊。黄豆还不香，哈哈。小素菜吧。给这地方吃黄豆，新鲜货给家有的是。咱们家是种黄豆的，嗯，整一个。就是菜吃饭你吃多少，嗯，来来多少，哎，就来那些，再给你点吧，我这里不用，够了，你夹两个鸡蛋吧，给你包上吧，给你，嗯嗯，不要了，就留着，这泡着汤可好了，不要了，你夹，你再夹个去，你爸就不信你，我爸不是特别愿意吃西红柿炒鸡蛋好像，嗯，我们家从来都不咋炒，就我有时候好炒，没炒过都，我爸不愿吃。鸡蛋给煮着吃，煎着吃。嗯，就炒西红柿是不愿意炒的。那天买菜去，我说买两个西红柿，要不我爸就不想不买，嫌贵。从来都不买是吧？嫌贵。西红柿炖牛肉了，香啊！涨到8块钱，7块多钱一斤，多钱呢？这个玩意我不咋愿意吃啊。你做饭这玩意儿，你就看厨师长得意啥，完了之后，哎，你家伙还是啥玩意多，是吧？咱们家开饭店那咱从来都不吃这玩意儿，搁人家以后几乎都没吃过。外边给外边人炒的也少，是不是？特别少。嗯。那时候俺们开饭店的时候，一般人家上饭店要的都是肉菜，什么溜片、溜肠肚了、溜干尖了，就这菜多。你像素菜啥的，人都不上饭店吃。吃干豆也不吃这玩意儿，谁吃它呀？嗯、那柿子，农村的柿子，家家下的时候那园子有的是，还炒啊。那家家那小柿都是那么的那个小当地柿子有柿。比较好。谁吃啥？正来实惠呀，肠肚啥这个，肚子干的。嗯，肠肚挺好啊，很香。这啥呢？是给家那啥，我给北极星买那大肠头，
那长毒，怨你大哥怨吃的呢。等他走了。回呼他就哪回呼他都得赶上他就得吃一块。我那时候小不吃，但是后期我那年我吃一回，那是真香的。那大肠头里头没有油，它不像肥肠有油，是不是？大肠头就是肥肠，肥肠它底下那骨没有油，没有油，一点油没有。不像大肠，大肠有油。嗯，那是真香。这个不咸，一点都不咸。就是咸啊。嗯，不咸。再来点西红柿。这麦盒饭那个也就这菜吧，18块钱一套。我倒是挺好吃的，好吃那个酱油流那种豆腐，那个拌蛋饭也挺好吃。再来点土豆炖鸡块啥，我吃过一两回好像。干啥东西？我爸这些年也不光搁这边打工了，有的时候那年在家还干一年二年的呢。完了之后有时候上这边来。那年都半年到。嗯。给别人上道上两天，那个没有样的了。来一个，来一个得。来一个了，你咋又？来一个，不喝那么多。我这吃半碗饭了，每天不吃饭呢，喝一瓶。这两天减量了。吃完饭就喝不了那么多，取一个得。那咱俩喝这小黑。嗯。喝一杯，我这还有白酒。那我喝一杯。嗯。昨天都喝一杯半，今天喝一杯。你喝一杯半喝，回头咱俩就买点小罐的吧。今儿没上超市，别上，过两天再说。这两天都是下饭菜，明天还得整点下酒菜吧，是不是？这也一样，啥菜都能下酒，这有菜就能下酒，没菜就吃根黄瓜还照样喝酒，那不更好？那萝卜下酒不太好，好像。萝卜咋不能？萝卜顺气的还不能下酒。萝卜顺气，黄豆也顺气。你手把黄瓜喝酒更好，凉娃儿。这柿子是外边带沙的那种，那个吃起来口感就好。你还有那种就是不带沙的那种水了吧嘟通红的那个，那家伙干炒也炒不软，干炒也炒不软，那成不好吃的。哎呀妈，这透红那个，就这个挺好，这个还不红。这是粉色的。嗯，粉色的那个红。这是优质的呗。嗯，这贵。哎，我爸就买贵的来。我爸在大市场买菜能舍得花钱。那个买菜不买破烂。干啥都舍得花钱，那你应该花的你就得花，不应该花的不花。不是，就说买菜方面。买菜那您破烂我不要。嗯，我爸买菜能舍得。我买这些年才买二三十年菜的。我给部队时候，我就跟那就买菜，就乘车拉。买好的。那净买部队那人都是供应啊。嗯。供应这个菜，你就到哪儿就指定地点上那去拉去。这些白的，我们给大市桥直接上营口那大菜窖、那大咸菜窖，什么酱，那老大了，专供应部队的。我上那嘎去采买，这些年就开始采买。哎，买东西，这吃喝东西一点不外行。俺们家就是买这个吃喝东西，买菜啥的，只要是我爸在家，俺们总监从来不买，从来不上市场。哼，用不着他。有的时候买啥整不准。俺们总监那年我爸没搁家，我跟我妈俩拉一小车上那个吉恩宝石厂了。就说要买两个猪腰子，那猪腰子这么大，啊，老大了，就是跟那鞋垫子那么长。猪身上东西你都得能看明明白白的。哎呀，那猪腰子老长了，那猪腰子。猪身上那些东西我都看得非常透。真不来卷，就跟这差不多都。有。就不啥猪腰子不知道。啥猪腰子？那个挺大的，我妈就奔着就去了，这猪腰子好啊。便宜2块钱都不要。那个可便宜了，那个。白给我都不吃，嗯，不知道啥猪腰子，反正这猪肉后来没买，给我爸打电话了，完一说大小，
我爸说小的好，大的好，小的好，说小的好。对，小的好，一寻思说这个太大了，就背着不好，我背着牛腰子背着。不是牛腰子，它不是好猪腰子，牛腰子不是，牛腰子不是那色儿。嗯。哎，饱了，下午吃吧。吃半碗饭要。很少吃饭。这两天就给你整大米饭，明天都不，明天不吃大米饭了吧？明天整点下酒菜。那下酒菜。干杯。干杯。干杯，就一口，干杯。哎呀。不吃大米饭。吃好几天主食了，明天整点下酒菜，整点硬菜。嗯。这明天再一个大萝卜，这家伙6块钱一个大萝卜，吃两顿，整的也行，反正吃饱就行啊。这一天荤素搭配，换着样吃呗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非常感谢啊。那个这么的，非常感谢，我是左撇子啊，非常感谢，我就习惯了。那个我跟我爸是左撇子，这手机没有镜像，镜像，嗯，正好是左撇子。感谢大家支持。那个大家吃好喝好啊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